萨瓦迪卡，我是 Amber， 今天是520。Do you know what is 520？ 520，我爱你。去一间咖啡厅吃 brunch， 它是我在 Instagram 上面储存很久的名单，超级可爱，到了再跟大家分享。店它里面只有四张桌子，有点像是住家改建成的小咖啡厅，然后它整个搭景就是乡村风。我刚看那个美女，它的餐点几乎都是可颂，还有几样泰餐跟咖啡饮料。我们换到里面坐了，因为刚刚室内有人，也觉得比较不好录音讲话，店主人已经走了，我们立马搬过来，因为实在太热，外面35度，我真的快疯掉了。菜买龙嘛，奥塞龙龙龙龙龙龙。那现在我在等我的餐点，超期待，希望很好吃，而且拍起来很可爱。For breaking my heart, you're just like my sport car.
Boy, what the language? 我刚睡饱了，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家是那种干干净净、暖暖黄黄、日系无印良品风。给你们看，这是宅男的办公区。他还把我饼干吃光，又惊了哦！惊阿含康，哈是三两三，早两位，拜。流流流流流啊！流流。我们今天来吃东北菜，这是我第二次吃。这个是他们的拼盘，我们上次有点，它就是一些香料的肠，东北猪肉，东北肠子啊，鱼板跟炸猪皮，还有一些配菜跟牛肉。还有我最爱的就是这个，它有点像热沙面，叫做靠甩，很好吃。给大家看一下，它跟曼谷的打抛猪啊、东央不太一样。我的面看起来超棒，还有他还附这个小剪刀给我们，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他们把这些配料都包装起来。蟹酱超 Q， 蟹酱是配这个糯米饭，还有我的香兰叶水。示范怎么吃糯米饭，好来吗？好吃啊！给拜。好好吃。给拜。好吃。All I got is questions. I ain't ever hold no answers. Bet you sick of hearing lessons from a dude who got no handle.另外金看龙带没带，超可爱，他们的卫生纸超可爱。超好吃，它里面有椰子肉哎，超好听，他们每首歌我几乎都会唱，超好听，大家快去听。好啊，你们不听是不是？我唱给你听。这海面如我唱着白纸迷乱美丽现在一滩 Long Drive
几年起身成人气超人脉四海里入围插着白沉迷软妹的现在一餐啊黄衣软的 natural right 成巨头的青春和白玉帝耶，宝贝，我爱你，快乐。Everything up in the air and I can't